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前面那里啊，有一棵千年钉子树哦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看到没有，树上长了有那个奇特的果竹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果竹，能不能吃呢？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看啊，啊，有哪位懂得看看是什么果竹啊？是不是千年果竹啊？人参果的话那就好了哦，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哦，真的很奇特，千年古树长出奇特的果竹。好了，大家评论区加留下啊。